每三个跳一个去做这件事情。那最后的话呢，当然就是再把什么，把多余的这两列删掉。好，不过多余这两列当然不是叫你手动删，而是应该怎么样？应该这样哦，最下面有没有？移到这个最下方，所以等一下删除也这样，我应该是向下追踪，删除一样倒过来删，把这一列删掉之后，也把它的上一列删掉，然后呢，再跳三个，删掉这一个对哈，然后再三个，再三个，再三个，直到呢到哪一个地方就停下来，特别重要，就一直跑到这边哦，有没有？等于到4哦，所以呢应该什么反向删除 step 记得用3，因为中间间隔3，好，然后呢逐个删除，那所以写出来的话，这边我写一个删除列了哈， for i 等于最下面一列到第四列，后面记得哦，关键的地方 step 一定要是-3，为什么是-3呢？因为每三个删一次，那删的话怎么删？删掉它这一列哦 ，OK， 删掉这一列之外，还要把它的上一列也删掉，所以你可以写这个删掉这一列，然后也把它的上一列减一这一列也删掉，哦，删给各位看啊，其实这样跑出来结果执行，不过哦，因为它是一边跑一边删，一边跑一边删，所以哦，相对的那个删除列的效率哦，应该是算比较差的。所以像这个有5000多列哦，恐怕删的时间哦会相对的比较久一些些。不过再怎么久哦，应该还是会比你自己手动删它来快啦。OK， 所以哦这边的话呢，我就让它自己跑一下，然后跑完之后的话，基本上哦它就会把我不要的那一些列全部都把它删掉。有没有发现？最后有没有？它就乖乖的帮我把它删除，然后最后Ctrl向下。只剩下大概1692减1啦，然后所以总笔数是这么多。